各位，哎，各位，小儿考进武备学堂，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前来祝贺，啊，我们郭家表示感谢，来来来来，满饮此杯。恭喜恭喜！多蒙大人不计小儿冒犯之过，我们郭家无以回报啊！来来来，满饮此杯。 听说袁大人对师兄现在开办铁厂十分嘉许，也经常给我提到景文，说他考上了武备学堂，将来国之栋梁。<笑>多谢多谢，日后还要多多仰仗大人喽。啊，岂敢岂敢呐！老爷，袁大人派人来了。哦，快请快请快请，是。 喜闻贵公子高中武备学堂，袁大人命我前来贺喜，这块金表就是袁大人送给贵公子的贺礼。静文，还不过来谢谢袁大人？且慢，临行之前，袁大人要我给贵公子亲自佩戴上。 多谢这位大人，烦劳您转告袁大人，在下一定奋发图强，不辜负袁大人的期望。好，在下公务繁忙，不再打搅了，告辞。好，恕不远送，恕不远送。<笑>大人，静文以后必定飞黄腾达呀！谢谢。<笑> 你看你紧张的，休息一下吧。我没事。怎么，不请我跳支舞吗？求之不得。 Thank you.
那行，哥走了以后，撑起家里的门户，听爹和娘的话啊。知道了，哥。 过来，过来。哥给你的书看完没有？嗯，没事，回头哥给你买新的。<笑>爹，娘，二娘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好。文具啊。 自己好好的啊！哎，保重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放假我就回来。你要走了，我没什么好送给你的。这个。 是我娘留给我的，你拿着吧。这么重的东西，我怎么能要你呢？你拿着吧，你救过我的命，你虽然不在意，但是我会记得。 我也会记得的，看见他我就记得了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 招募将前来，有何吩咐？这是你的调令，命你去武备学堂担任军事教官。多谢大人栽培。知道调你去武备学堂是什么用意吗？大人明示，武汉新军乃是朝廷苦心经营的南方劲旅。 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。现在又听说，队伍里混进去了很多革命党人，整天妖言惑众，宣传革命。你听说了吗？末将略有耳闻，听说是同盟会、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人妖言惑众。嗯，学堂总办徐希勇，他是张之洞一手提拔起来的。 这个人我比较了解，先前他同情维新派，现在我又听说。
他暗中和革命党人有所来往，可惜我没有证据。将有二心，国之不幸啊。大人的意思，要密切监视徐希勇，他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、迎来送往，都要注意。发现问题，马上报我。是。你看看这个，这都是他手下的人，你也要注意。晋忠啊，这幅字我送给你，看看，知道他的意思吗？藏器于身。对，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做人一定要把握好时机，到底怎么做，你回去想明白了再来告诉我。是，大人。晋忠啊，我把月华许配给你了，按理说我们是翁婿的名分，不过在公事上你还要尽忠职守，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。小婿，我将绝不辜负大人一番好意。大爷，你有车吗？好啊，跟我走吧，我们那有车。哎，我自己来吧。我们这儿有规矩，哪能是客人拎呢？哎，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这个东西，嘿，这。臭小子，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敢欺负人了。谁欺负人了？你们抢我东西，还不许我动手打人呢？他们抢你东西了？你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吗？对不住啊，误会了，散了散了吧。兄弟，刚才虽然说是我的不是，我也得劝劝你，武昌乱。别在这儿惹什么事儿啊。谁惹事儿了？我是来武备学堂上学的。你是来上武备学堂的？振成兄，功夫不错嘛。我这不算什么，倒是你啊，表面斯斯文文的，手上可一点不含糊。我呢都是花拳绣腿。哎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怎么不留辫子呀？我呀，小时候一留辫子就生病，后来家里人拿我没辙，就随了我了。哎，你没看报纸吗？洋人都取笑咱们，说是猪尾巴。嗨，洋人懂什么呀？咱们大清朝人人刮头，后边留着头发，那是对父母的尊重。身体复发，受之父母，不可回也。这是咱们家国两全的象征。你看吧，总有一天，这辫子都得剪喽。哎，你考的哪个组？步兵组。步兵组，咱们一样，是吗？嗯，你为什么考步兵组啊？我觉得步兵是诸兵种之祖，我想从最基础的学起。说的没错，这步兵啊，自古以来都是最危险、最苦的兵种。你报对了。
叫什么？蔡振生。你辫子呢？啊，从小就没有。那你是怎么招进来的？凭本事考进来的呀。先回去吧，等辫子留长了再过来。大人，这没辫子训练起来更利索，您不觉得吗？对，我可以证明，他从小就不能留辫子，一留辫子就生病，真的。你胡说。跟我去见校长吧。大人，校长是知道的，我考学的时候校长问过我，因为我成绩好，所以就招进来了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优秀。那我们可以走了吧。住哪铺？东铺。这儿，哥。好，这儿。你呢？我哎，心就在你旁边。哎，帽子，谢谢。这地儿不错哈。是啊，这就是。哎呀。各位同学，在下蔡正生，九江人，庄户子弟，在家念的是私塾，今天有幸与诸位成为同学，日后啊，还请多多关照啊。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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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在下贺子才，普秦人，在家啊读过几年书，现在决定从军，报效咱们国家。在下林明，云南人，因为家里穷，吃不上饭了，看见武备学堂招生，就来考了，稀里糊涂给考上了。我叫吴定安，湖南人，打小啊就爱看个《水浒》《三国》什么的。在下耿兆文，安陆人，一家三代都是当兵的，祖上曾经跟曾国藩打过长矛，我爹希望我考个举人改改运势，结果科举废了，我就考到这儿来了。就你这体格啊，不当兵都废了，当什么举人啊？啊，诸位啊，我叫郭景文，我是武昌人，从小立志从军，以盖我中华武力不振之颓势。看来郭兄是有大志向的人啊，你认为以你个人之力就能改变这肌弱不振的颓境吗？这位兄台的话我不认同，想我今日之中华，当需人人努力，国事方有可为，若不从你我做起，谈何振兴二字呢？说得好。立正。参见大人。免礼吧，大家都免礼吧。诸位学员，我是你们的知识教官刘松亭。以后在未就寝之前不习惯不整。是，长官。身体还挺结实的，练过？小时候给爹打的，打结实了。现在各位是同学，将来有一天可能是战场上的同袍，替袍之意非比寻常，可与同仇，可一生死，所以你们要互相爱护，共同勉励。哪位是贺子才？啊，我就是。哦，你在班里年龄最大，暂委任你为六班班长，你要恪尽职守，带好六班。啊，是。嗯，好了，大家赶来报道，一路辛苦，早点休息。明天一大早要举行开学典礼，校长要讲话，到时候我希望每一个人都精精神神的。是。宋大人，免礼平身了。小月，你说蔡少爷这时候应该到学堂了吧？对，小姐是在想蔡少爷啊。讨厌，蔡
蔡少爷人好，又有学问，还是小姐的救命恩人，你们俩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。只可惜啊。怎么了？小月今天经过账房的时候，听到临街的陈妈过来跟老爷提亲了。什么？我不嫁，我还没想好嫁人呢。那我爹怎么说的？老爷说了，我家甄玉现在还小，现在把她嫁出去我舍不得，过些日子再说吧。你先下楼睡觉吧。安排妥当。刚，报告总办，武备学堂第十七新生学员集合完毕，听总办训话。归队。各位学员，鄙人是学堂总办徐希勇，欢迎大家到湖北武备学堂。诸位知道，国家要强盛，首赖军事，军人不强则国家不强。中国现在积弱不堪，被列强欺凌，主要是我们缺少一支现代的军队，而军队缺乏的是有技术专业和管理才能的军官，这也是鄙人对你们的希望。我希望诸位能够不忘国耻，努力学习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将来做一个合格的军官。坐好。学员们都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不许外出，原地待命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们冤枉谁？你们伤害我！睡觉。你凭什么抓我？你凭什么抓我？私通乱党，刺杀总办。我们没有刺杀总办，你冤枉谁？带走。站住！被刺一案
经查实，是学堂中的同盟会乱党所为。目前，乱党已被缉拿归案，正在审理之中。总办一职暂时空缺，教务处总办由我亲自担任。尔等要刻苦训练，以报国恩。哎哎，你能不能老实待会儿啊？干嘛呀？不就徐总办被杀了吗？看你这样，岂止是徐总办一个人被杀，那么多的教官被抓的抓，杀的杀，难道你眼睛瞎了呀？真是。哎，郑生，你怎么看这件事儿？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徐总办刚刚被杀，就有这么多人被抓。谁家案子破得这么快啊？这里边太多蹊跷。其实我觉得，官府要是真心办一个案子还不快，兄弟们是不是太多疑了？我们大伙儿来这里学习，都是希望学到真本领，将来为国效力。可刚到学堂就发生这么血腥暴力的事儿。您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吗？学堂近日屡起波澜，事由不断，亦让我深感此处乃龙潭虎穴。所幸同学和睦，互帮互助，尚能共济难关。吾妹不必为忧心，投身行伍，驰骋疆场，乃我之夙愿。今日自当刻苦努力，不敢懈怠，以期学有所成，不负心中抱负，亦也不负吾妹临行前的殷殷嘱咐。这是这哦，真精神。这当了军人确实不一样啊，这军装一穿，这人就显得英武多了。我倒觉得坐旁边这个更英俊一些。这在哪儿呢？这是这个。坐在右边是好友，叫郭景文。这就是哥在信上提到的那个好朋友。刚到学堂就有朋友了，也不知道外省人好不好相处。大娘，能进这个学堂的，那家里都是有背景的。听哥在信上说过，这个郭少爷家里是开铁厂的，哥是聪明人，才会跟这种人交朋友。哥才不是那种人呢，他和郭少爷一定是性情相投才能做朋友的。小婉说的对，这为人处事啊，要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啊不能屈。
这同学之间啊，重的是情谊，什么家世地位啊，那都是次要的啊。我看看，让我看看幸福的。大人非常满意，这是大人他的一点心意，请先生收下。大人太客气了，替我谢谢他。我大日本立国的意义和大人是一致的。被谁看到了？属下并没有看清楚，不过听佐藤说，他看到的也只是个背影。查，所有宿舍都要查，爱查昨天晚上执勤的到底是谁。是。杜老板。哎呦，贾大人。杜老板，贾大人光临小店，未及远迎，赎罪赎罪呀。苏老板啊，你这生意做得好啊。哎，你说全九江县一半以上的粮食那都是你们家提供的，这说起来你可是我的衣食父母啊。哎，不敢。贾大人，您这是说笑话的呀，我是小本生意，撩一糊口而已啊。哎，福子，赶快把我那个上好的梅岭毛尖给贾大人泡上，要浓一点。是老爷。哦哦，贾大人，喝茶喝茶喝茶啊。贾大人呐，上次小女的事情多亏贾大人相助，那点心意实在是难以拿得出手啊，这点大洋再给弟兄们买点酒喝吧。苏老板，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，我贾某也不是来打秋风的呀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这是应该的呀，一点小意思还请贾大人笑纳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苏老板，来这么半天我也没见着苏小姐啊。小姐小姐，老爷找你。什么事儿啊？镇上贾大人来了。哦，知道了。苏小姐，甄玉见过贾大人，他日相助之恩，甄玉在这里谢过了。苏小姐不用客气，这是卑职的职责所在。哎，其实早就应该来看苏小姐，公务缠身，也就没有腾出功夫来。不敢当，甄玉应该到府上亲自道谢才对。哎，对对对，应该去看望大人呐。会说话，会说话。哎，贾大人，喝茶。这是我给小姐带来的一点礼物，还请收下。甄玉怎敢收贾大人的礼物，还是请收回去吧。对对对，贾大人对我苏家有恩呢，我们怎么敢收贾大人的东西呢？那就是不给在下面子了。不不不不不，这个你也不用多疑，那是前两天我给佳姐置办的，他也用不了这么多，我就给苏小姐拿来了。可你要是不收下，那就是辜负我的一番心意了。
那我可是下不来台啊。哦，既然贾大人这么说，那我们就收下了。哎呀，快谢谢贾大人，谢谢。不必，苏老板，在下不打扰了，告辞了。这贾大人，再坐会儿吧。贾大人，再坐会儿。贾大人，再坐会儿吧。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佐藤他们是杀害徐总办的凶手？只是猜测。不过我亲耳听到佐藤跟赵忠文说起徐总办，这事儿啊，指定跟他们有关联，可能去冯。陈少，这个事情该击重大，你现在想怎么办？跟学堂举报呀。不行，现在我们没有证据，对吧？如果他们拒不承认呢？哎，对了，还有，这个事情你暂时不要对任何人讲，等咱们有了确凿的证据再说，啊。只能先这样了，走吧。日俄一战，我大日本帝国完胜俄国，这是我大日本帝国的骄傲。它使中国、朝鲜处在大日本帝国的保护之下。划定了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线，维护了大东南亚的秩序与和平。佐藤教官，这是军事理论课，你应该讲授一些你们打败俄国的军事思想和战略，这才。干什么？参见大人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是巴克。哼，冯恩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要不是因为巴克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徐希勇是朝廷大员，你竟敢私自处理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末将不敢，末将这么做，完全是按照大人的手谕。我的手谕？我什么时候给过你这样的手谕？藏器于身，待机而动。我让你监视徐希勇，他是不是乱党上代考实？
他即便是乱党，也容不得你出面痛下杀手。啊，大人，末将冤枉啊！晋忠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刺杀朝廷大员。徐希勇死了，你自己做了监管，怎么解释啊？徐希勇之死，确与末将无干呐。开学典礼解散之后，他的坐车被炸，末将也始料不及啊。至于隐藏无报，晋忠有自己的想法。在你的伤里，我站在这里。